现在把这些草鱼先扎了，不然这个田埂上面胀了，皮都胀了会死掉。放下去就手指那么大，现在有一斤多了。这条大的两斤多了，这里还有，这个草鱼太被刨了，放了60条，才扎了7条上来，亏本了。这个里面的水还很深哦。这里面还好多。一桶满满的，先提出去了。这个鱼不大不小，2条一餐最好了。这些全部提回家吃了，做鱼干。